股票投资让你伤脑筋吗？想要学习投资一技之长吗？欢迎收听《股海飞扬》。Hello，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么欢迎收听啊，今天八月八号我们下午的盘后的一个解盘的一个节目啊，《股海飞扬》，我是子阳，那么。 今天台北股市呢出现的，在大家看到，哎，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收盘不错诶，哎、哦，好大涨，哎，好，那美股大涨，所以台股今天必定大涨是吗？当然不是，好、哦，你在台北股市有经验都知道，不见得如此，好、哦，甚至啊、呃、有时候是啊、哦、反着走，那反着走必有原因呐、啊，啊、哦，那甚至有时候你看，像昨天台北股市已经领先先涨了，领先先涨了，美国股市今天涨。 好、哦，那今晚今天的台北股市又没有跟上，那其实我认为啦，整体美股、牙股都是在一个啊、呃、整理的区间、区间的格局之内啦。好、哦，那目前来看，台北股市，单单就台北股市来看的话，今天我先给台北股市一个结论。好、哦，我每天都先给台北股市一个结论。好、哦，昨天我给台北股市的结论，大家应该都还清楚、还记得啦。啊、哦，我说。 OTC 就是贵买指数啊，上柜指数啊，OTC 已经出现走弱的迹象。好、啊，那 AI 股昨天反弹，能追吗？能抢吗？能买吗？啊，这是我昨天给听众朋友针对大盘，我操盘人，我们是交易员，我们的一个看法。啊、我给，我先给你一个结论。那我的结论就是，OTC 已经走弱的迹象出来了。 那所以昨天大涨的 AI 股能够买吗？能够追涨吗？那我当然，昨天我给各位答案也很明显的啦。我说再怎么样，我都不，我都不会在昨天去买 AI 了。那主要原因在哪里？当然，第一个 OTC 已经走弱，好，那 OTC 已经走弱，那 AI 股基本上我说也不要追，原因就是因为你要去想下一步。好，我说我是我从交易员出身的，我的节目跟你哦、呃、分享的内容。 不是每天抓今天谁涨停，我来跟你炫耀啊，跟你吹嘘那个涨停的我有，你会发现我的节目不是那种。好、啊，那我也你会发现很奇怪啊，每个人都请节目主持人啊在旁边啊一搭一唱。好、啊，那我也讲节目也没有请主持人。好、啊，那为什么？我已经讲过了。 我是我跟一般的你们所曾经接触过的啊分析师，你们曾经跟他合作过的分析师不太一样，啊，因为我的出身跟他们不太一样啊，我不是从研究员出身的，好，传统的分析师，他们普遍你在台面上看到这些分析师，这些节目，或你曾经有跟他合作过，或者合作完之后你发现不太理想的，或者是你不太满意的，那这些所谓的分析师，传统分析师，基本上他们的。 出生都是在业界，都是以啊啊所谓的一个研究员出身的，啊研究员出身的。那可是我跟他们不一样，原因就是我说我们从我们是直接从交易员出身。好，那交易员讲的是什么？交易员要的就是最后结果就是我要挣报酬。那所以交易员他每一次的投放资金一定有他的原因，一定有他一个支持的一个论点。好，肯定确定的，那我们才会去。 这个投放资金，好、哦，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做，我能够拿到正报酬的几率是很高的哦，所以我愿意这样做。那交易员要的是正报酬，所以交易员做了做整个行情，他会整有一定的一个看法、一个逻辑，然后再从这个不同的盘面结构里面去找寻机会，这是交易员。所以我说我做的节目为什么我都是一个人讲，从头到尾讲完。 因为我在跟你谈的是我一个交易员，我们在目前当下的行情的盘面上，我的看法是什么？那给你参考，好，那有机会的点在哪里？有机会的地方在哪里？给你参考，好啊。如果你觉得自己操作很辛苦、很累的，如果你觉得看我的、听我的节目之后，你觉得还不错，好，那你可以啊试着，诶，你觉得我可以保护你的资金？你觉得我可以啊照顾你的资金，让你的资金开始慢慢的扩大获利，啊，拿到正报酬。 那支持我，信任我，你可以跟我们的团队，我们来合作。好，那我们的节目不是在吹嘘讥效、炫耀讥效，或者是硬要每天节目硬要生出一个讥效。所以呢，啊，每天带着会员去追当天的强势的、当天的涨停板，然后拿到节目上来吹嘘，然后主持人在旁边搭腔啊，在吹捧老师很棒。我们不是这种节目啊，我已经讲过了，我们。 追求的不是那种那种东西啦，啊，一个一一个节目到底你要的一个节目呈现内容，他们要的是什么？其实很明显。那我我的节目你觉得听起来很单调，就我一个人在讲，但是因为我要的是投资朋友，你真的能够、呃、认识我。 好、哦，你真的能够了解一个交易员，他对于每天行情变化过程中，他怎么去看待每天的行情，然后从中找到机会，然后开的早，开的时机最佳时机，胎敏之后的一个投放资金，最后拿到一个获利正报酬。那这个是我要呈现给各位的，也希望借由这样一个方式，让大投资朋友、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到，原来投资拿到正报酬是有一定的一个。 啊，我不敢讲说多专业的一个一个条件背景啊，但至少它就是有一定的一个。 啊，不是那么的随随便便啊！你你每天上节目就说你的涨停，他的涨停，谁的涨停，不是这么简单的。不要把投资朋友引导到认为哦、啊，做股票每天都要涨停，每天都能涨停。我要讲的是，做股票你要赚钱可以啊，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够在一个产业或一个个股它准备起涨前，你投放资金，这是我们做交易员我们所追求的啊，起涨前。 投放资金，波段成型前投放资金，了解吗？这是我要引导各位，你要去朝这个方向去做，去学习。那我相信你绝对能够在台北股市走出新的一条路。好、啊，过去你的错误或者是过去你的失败，可能是因为信任了某些的分析师团队，你可能得到了不理想的结果，没有关系。好、啊，你现在如果我们有缘分听到我的节目了。 啊如果你觉得我节目讲的内容哎值得参考参考，那不妨你多听多听啊。那如果说你要你想要针对有些更细节的，可能牵扯到股票的价位的等等等等的东西，你可以加我的官方的一个赖啊赖群。我的赖群的话啊，如果你要找寻我的赖群的话，你可以搜寻 ID 啊赖的 ID 是小老鼠的符号 at，一定要打 at 才会是官方的赖群哦 at、啊。然后呢？ y a y a 1、e、6六八啊，at y a y a 1、e、6六八，8, 然后找到我了之后呢，那如果你有什么操作、个人操作的疑难杂症，那你都可以丢赖啊，丢私讯给我，好、啊，那也可以看看我每天盘中给各位的盘盘中或盘后给各位的一些啊，针对盘面的一些看法、想法，或者是我们在注意的产业、注意的个股，你可以观察留意。 啊，我的赖上面写的东西跟一般的分析传统分析师每天赖你看到的内容也不一样。好，他们每天可能就像他们的节目一样，啊，赖上面就是不断的告诉你他大赚钱，他的涨停，他的创新高，对不对？可是我的呢，呃，跟我的节目一样，我给你的是一个看法，我给你的是一个呃机会在哪里啊，让你去参考。 比如说某个产业我觉得不错，可能未来会有机会，你可以先看看去找寻机会。某个个股我觉得它不错啊，不错的点是什么？那在它起涨前，我们先看看它，先注意它，然后等待一个最佳时机，我们再就、哎、就可以随时准备出手。好、啊，那未来真的涨上去的，你就有利可图。所以你会发现我的节目，我每一档标的基本上我觉得有机会的还不错的标的或者产业，我都会先讲。好、啊，所以你看这一波。 哦 a i 的股票也好啦，网通的也好啦，不是 AI 的，不是网通的股票啦，基本上散热等等，我们都有讲啊、哦，而且都是先讲，讲完之后涨了一倍，涨讲,讲完之后涨八成，讲完之后涨两成三成的，几乎都是这样来的啊、哦。为什么？因为我先讲，先讲代表你已经在注意它，好、哦，然后呢，找寻机会介入之后，它才涨。 它才涨，那它才涨的话，你就赚钱了嘛？正报酬是这样来的嘛？正报酬不是涨了三成五成之后，我去追，追完之后，我我跟你说，这样一定会有正报酬，不可能啦。在它涨三五成、涨七八成之前，你要先做好准备。那你会先做好准备，是因为你有先看到它，对不对？你有先注意到它。那所以我注意到它了，我先看到它了，哎，我就在我的节目中、我的赖上面，我就分享啊，让大家也来也来注意这一块。 那那当然，可是我不能够讲买卖点啊，因为这是违规的啊，所以这个可能真的这没有办法了啊。这个我也我也很抱歉，因为我们要遵守法律法法规了啊。那所以我至少我可以给你方向，产业在哪里可以留意的，个股在哪里可以留意的好、啊，那我的会员当然当然就是怎么，当然就是等我一等我觉得可以的时候，时机太米成熟了之后，我就会通知他们进场布局了嘛。好、啊，那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的一个家族成员的话，没关系，至少我给你一个方向，你去看看。 哦，对你绝对不会有伤害啦，啊、哦，因为我不是给你那个涨很多的，然后热门股让害你去套在高档，不是这样的节目啊、哦。交易员的内节目内容，我们的节目内容是谈一个交易，你要看什么重点。 好，所以昨天我已经给各位观念了嘛。OTC 已经走弱，AI 反弹能抢吗？当然不行嘛。那所以昨天在赖上面我，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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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讲了几档的一个 AI 股的一个反弹上来的压力在哪里。如果这些压力他们都上不去的话，如果这些压力来到附近的，他们都上不去，那很简单嘛，就会转折再向下走。那如果再转折再向下走的话，那代表什么？我我连我连压力都没有过，我连前高都没有过，你又转折向下走，那代表什么？ 第一波套牢的人都还没解套，现在反弹，昨天反弹上来之后又下来了，那代表什么？昨天这两天追上来的人又套又短线又套牢了，那就不就变成一波套牢又一波，一波套牢又一波吗？那如果一个一个产业或一档个股不断不断的这样套下去的话，变成连环套的话，连环套就有可能会形成什么盘头？那一旦盘头确认下去的话，那就会变成破段起跌，所以 AI 股。 A.I. 股很多，我只能我只能告诉你说，大部分的 A.I. 股你真的要小心，因为你要提防他们连环套的现象，一旦确定发生，真的未来小心会变成波段起跌。好，那这个就是我昨昨天一个交易员，身为一个交易员出身的我们，我先跟你讲，我看到 A.I. 股的下一步、下两步，如果真的这样走下去的话，很可怕。 所以你你要我说带我的会员在昨天前天去追 AI，很抱歉我做不到。就这样追下去之后会有几个 percent 的一个获利空间，我也不要，因为你不需要冒着那个未来可能很大的风险，然后去追求短线可能一个赚个两三趴、三五趴，你懂我意思吗？可是我看到台面上非常多分析师怎么样，昨天都在吹捧 AI 股又来了，伟创涨停了，好高兴哦！既佳涨停了，好高兴哦！那个涨停了，好高兴，那个创新高大涨，好高兴。结果今天呢？ 今天呢，所以我说，最后受伤的是谁？最后受伤的绝对不是这些你听的这些节目上面的主持人跟分析师，他们不会受伤的。他们每天还在开开心心、嘻嘻哈哈的跟你说，他们就大涨，他们就赚赚钱，你懂吗？那受伤是谁？听众嘛，受伤是谁？会员嘛。所以我常常讲，我说，就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我我我我希望我的节目给各位不同的内容，同时因为。 因为不同的内容带给各位去认识，就是市场上你的操作的交易真正应该要要要要保留要存在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我们要赚钱，但问题是你要怎么做才能赚钱嘛？这是我要带给各位的。好，那今天我给各位的一个呃，针对整个市场的看法，一句话啊，我认为今天我的看法是，我认为你要提防 AI 连环套这个观点，我刚才已经给你了。好，提防 AI 连环套，然后呢？ 观察台积五四五，提防 AI 连环套。这个刚才我已经讲解过了，我就不再赘述了。那第二句话什么？观察台积五四五，台积是谁？台积电嘛，哦、台积电五百四十五了，啊、哦，五百四十五元真的拜托不能破哦，哦那台积电的五四五是我认为的一个蛮重要的支撑位置。那不要跌破五四五的话，那对什么？对于整个指数来说。 都还可以让指数维持一个比较偏强势结构，那以盘代跌之后再上去，所以台积电五十五其实它具备了一个意义在哪里？它具备就是说我我如果守得住，那我就让指数不会不会向下做价，做一个空间修正，就有机会让指数变成时间修正。那时间修正以盘代跌之后，就会再转折上去。所以台积电的五十五具备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哦，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两个重点：提防 AI 连环套；第二个，观察台积五四五。啊，这是我今天给各位整个行情的一个一个看法。好、哦，那再来拉回到现在可以注意什么？现在可以注意什么？其实在七月底我们就已经先提醒了啦。好、哦，那到八月初我还是讲一样的话，有没有？到八月初，我记得，呃，在八月一号。 八月一号，八月第一天，我就我在节目中我就直接给你一个标题了，我就说什么，我说管它 AI 还是 BI，对不对啊？八月要换的是什么？业绩股要接管啊！八月换业绩股接管，所以其实八月一号我就先讲了，八月就换业绩股了，你不要再管那个什么 AI、BI 了，有没有？结果你看，你还在把眼睛一直看 AI、AI, AI、AI 的人，你看最近不好受，其实好受人不多啊。今天很多的 AI 股跌停呢、哎。 你你你们你有没有去注意一下？你可能没有，但是别人买到了是很很很，这是不好过、啊。威盛跌停，联阳跌停，对不对？还有几乎跌停的男子店，对不对？还有好几档几乎跌停。那我想请问一下，那那那那那,那你说 AI 真的真的是真的是对的吗？这个时候走的这走这样格局是对的吗？所以要去留意。所以我说八月为什么我说不要管 AI 还是 BI？八月一号我就先讲了，八月会回到。 业绩股接管，所以你看八月七月底七月二十号，我说我都先讲嘛，对不对？我说我做节目跟别人不一样，我先讲我在看什么，我不怕我不怕你知道，我我还我还希望你知道我在看什么。好，那只是那个买进的时间点 timing 我不能讲，价位也不能讲之外，但是事后你验证，我我在注意的有没有上去。 哦、那有那既然上去的是不就是拿到正报酬了，获利就来了嘛。所以我，我我我来带我的会员，会员都会跟着我的节奏做，他们不会自己每天要要求说，老师你赶快带我买那个，老师你怎么不带我买那个？他们不会，他们他们已经很，他们的观念是很成熟的，好、哦，很成熟的，很理性的，很成熟的，因为他们知道照着这个方式做，节奏做就会赚钱。 啊、哦，因为我们是交易员呐、啊，我讲就是我们的看法。所以七月底我就告诉七月二十号，我就先讲八零八六红节科。讲完之后，好啦，进入八月之后，营收一七月营收一公布，创十八个月新高，哇，股价拉涨涨停板了。那请问你七月底我在讲红节科的时候，如果你有听到节目的话，你看一路上来，是不是赚钱呢好，然后呢，然后我在节目中我也我也有提，先提给你预告业绩可能会不错的二三五是红准有没有？二三五是红准，我讲完之后。 八月二号，我讲二三五是红准，讲完之后，后来他公布了前两天公布了他的营收，哇，也不错。好啦，股价也上来了，有没有？所以你要先讲，先讲，先看到它，你才会有真正所谓的正报酬嘛，而不是看到股票上去了，而、啊、我们赶快去去追、去抢、去怎么样？那那个那个不是赚钱的做法、欸，哎，啊，所以交易员跟一般的传统分析师的差别在哪里？希望各位能够看得到，好、哦，然后呢？ 最后剩节目剩下最后的两三分钟啊，跟各位带来一个，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我觉得的，你现在应该去留意的产业是什么？这个产业它或许是一个话题，或许它是一个成一个题材，但是我说这个成长的题这个题材能够实质带来相关的企业真实获利的那这种题材，我觉得你现在是要去留意的哦。你现在去留意的不是一个梦。 哦哦，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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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材很棒很棒啊！所以呢，相关有可能有可能相关的哪些股票有可能会受惠？我不要可能，我不要梦。现在你要找寻是什么？现在市场资金会去找的是什么？我要看到这个题材真的能够带给相关的公司真正的获利。 那资金会进驻下去，那股价有可能走出波段。那有没有这样这样的题材的相关个股？有没有？今天我带你介绍一个东西啊。那当然，你之后真的出手或买挑选标的，你可能要要做点功课。但是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对的方向去找寻啊。有一个产业是生计啊，那生计太多了，生计好多，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去留意一下，生计里面有一个题材叫做细胞治疗啊。 生计里面有一个题材叫做细胞治疗，生计医疗带来重大的变革的再生医疗三法再生医疗三法看得出来政府在讲什么？政府他这一次修法再生医疗三法是要祭出什么？设立再生医疗基金，设立国家级细胞哦细胞库，还有缩短这个我们所谓的研发时间，然后帮助企业提早进入市场，抢占市场三大利多。 再生医疗三保是在这个，所以看得出来政府对再生医疗细胞治疗的看重，而且是积极的要推它前往往前走啊、哦。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如果正式确定了，那它会促使我们评估了，会促使整个生计医疗产业向上成长三倍以上啊、哦。那细胞治疗包括了癌症治疗，包括了再生医学，那相关的台湾的。 已经有投入在再生医疗、细胞治疗的企业或者集团，那就有好好好几家喽。好，那那我们已经在准备呃细胞治疗的相关的重要资料，里面有一些台湾有我认为蛮有蛮蛮蛮具有潜潜力的这些公司企业。哦，在这份资料，那想要拿到这份资料投资朋友，你今天先加 line。 今天先加了，留下电话，我们会先等等于说你先来预约这份资料。我预计应该差不多明天会把资料准备好，好、啊，预计明天会把资料准备好。这一份再生医疗未来社会的公司，你要把它找出来，真正会社会的、哦、要赚钱哦，好、啊，把这种公司找出来之后呢，找寻机会介入，你就可以在波段起涨地方拿到一个提前的布局机会。目前市场没有人跟你讲这个，可是我跟你说。 交易员跟分析师不一样在哪里？我们会先看到机会啊，分析师看的是涨上去之后才跟你说他很好，能了解我意思吗？啊，所以要这份资料，投资朋友，你先今天先加赖留下电话，先加赖留下电话预约这份资料，那预计明天就会正式发出给各位，好不好？那我们今天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现在就加入叶子阳老师的 Line ID。 小老鼠 y、AY、a y a 一六八，小老鼠 y、AY、a y a 一六八，或拨电话零二二三六二八零零零二三六二八零零零。000, 大华国际投顾一零二年经管投顾新字第零零五号。 本公司与节目中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